一切法是道场，使诸法空故，我们学的佛法都没有自信。既然没有自信，所以法空。没有自信，所以法空。一切法是道场，知道所有的法全部没有自信，所以是法空。降魔是道场，不轻动故。你要懂得学佛，学佛你要降魔。魔是在哪里？魔就是在你自己呀。降魔不在外，是在内。你只要修到无神法忍的时候，你就是不动。降魔就是是道场，不动，不动你动摇你的道心，不动摇你的道心，就是不动。